朱慧敏俾钱做契妈，李乐意计划生朱女。喺《赌城群英会》剧集里边，高凌一幕泳衣镜头成为城中热话。寻日高凌同李乐意、郑欣宜、朱慧敏等等一齐出席公开活动嘅时候，高凌被问到剧中胸部出现逼爆荧幕，令到宅男喷血网一幕，佢就话只系剧情需要啫。当时自己都唔觉得系咁性感嘅，但系当朋友传相俾佢睇嘅时候，连佢自己都觉得好爆啊！但系咁，佢就希望大家将焦点放翻喺佢嘅演技上面啦。另外，黎乐意同朱慧敏一起接受访问的时候，黎乐意就说很乐意将小春鸡契给朱慧敏，不过这就要每年续约，每年收相契费啊。他就坦言希望可以在猪年生多个女女，同太太一起相猪旺佢啊。猪年生多个咧，希望生个猪女啦。咁我猪年生多个，猪年啦，希望猪年生多个啦。唔系两年后。唔係啊，其實本身阿雞仔咧係好想喺猴年嘅，因為我係猴年嘅。咁但係咧，唔知係咪自己力有不逮啦，咁所以咧就去到雞年先有啦。雞年我又屬雞噶啦。係啊，咁啊好啊，雞年好啊。好，跟住阿太太係屬豬嘅，咁啊希望可以即係有翻個生似相處啦。咁但係講話豬年嗰啲人運氣好啲噶嘛，咁希望真係豬年啊，運氣好啲啊，係啦。希望是真的啦，同埋最好就係湊夠個好字啦，係啦，咁但係都係要睇個天俾唔俾啦，一定得嘅。